往生最重要的一个条件，一定要记住：心静则佛途径。啊，临命中是最后一念不是净念，不能往生。什么叫静？清净心念这一句佛号，一念、十念都能往生。 这一句话，决定不能大意，跟我们的关系太大了。清净心从哪里来？谁都帮不上忙，一定要靠自己。啊，到临终再修清净心，怕修不成。 来不及了！啊，应该什么时候修啊？如果今天听明白了，今天就要开始修，你才有把握啊！以清净心念阿弥陀。 啊，清净心里面最圆满的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知足。啊，其次的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；再其次的没有之足，我们都做不到。 啊，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，许多修净土的人向他提问：“这一句佛号，念佛的时候心很散乱，妄念很多，杂念很多，怎么办？”这真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 现在，人这种现象更多。啊，我们自己也不例外。啊，我们仔细在文抄里这些翻阅，看到大四的开始。 我们得认真去学啊！念佛实在讲非常方便啊，不受时间控制，随时可以念，行住坐卧都可以念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念，只要空下来你就去去念。 啊，就像地贤法师教过罗家，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累了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念，就这一句佛号，啊，一定要把妄念念掉，杂念念掉。 啊，如何才能念掉呢？在理上讲，你再放下就容易了。放不下难了，什么都要放下了，什么都是假的，什么都是空的。人走没有一样东西能带得去啊！啊，祖师大德常常提醒我们。 带不去的，你就不要再理会他了，随他去吧。带得去的，抓紧住。啊，什么东西能带得去？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带去。啊，那么在技巧上，印光大师教给我们。啊，这他自己写。 他是个老实人，很谦虚，啊，说自己是中下根人，不是中上根人。那么烦恼习气很重，啊，他用什么方法？他用神念方法，这个神念技术 是暗,暗记，不是明记。啊，佛号从一到十，清清楚楚，字字分明。这个容易实现。因为你一有妄念呢，这个数就记错了。啊，必须要记得清楚。 佛号从心生起，生出来，口里念出去，耳朵听进去，用这个方法学习。啊，听自己念佛的声音，不出声音都可以，默念也行。默念的时候还是能听自己的声音。啊，从一到十。啊，如果。 初学的人，从一到十还记不住，还会念念就不晓得第几念忘掉了，啊，你就分两段，两段还是十句，啊，第一段像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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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到五，啊，接着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六到十，句句清楚啊！但是不能够这样念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这就不行了。那这不是这个念法，是暗记，心里记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不露痕迹啊，很清楚，没有痕迹啊，可以分成两段。 再不行的呢，分三段，三段是三三四，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啊，一定要清楚，啊，不要计数，不要用念珠，用念珠计数分心，啊，这心不能够转移，啊，就是用这个方法。 印祖一生就用这个方法念佛成就的，他把这个方法传给我们，啊，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是养神，啊，养精神的最殊胜。为什么人没有往下啊？ 善好精神的，就是妄念。啊，真正修行人是越有功夫，他心越清净。啊，功夫就是清净，功夫就是平等。清净心里头没有执着，平等心里头没有分别。 啊，我们的功夫只要能做到这样，就可以决定往生。往生有把握啊,啊！世间人的事，好事好，坏事也好，好坏统统都离掉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为什么呢？好事等于零。 不好的事也等于零啊！这个你如果真的了解弥勒菩萨所说的“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年”，问题不解决了吗？啊，三十二亿百千年就是一切法都归零了、啊。 三十二亿，百千是单位，啊，百千是十万呢、啊，三十二亿乘十万，三百二十兆，一弹指，三百二十兆个念头，哪一个念头是你？啊？ 你我他，祝福众生，一切万物都离不了三百二十兆一弹、嗯、指的这个念头啊！我们把它换作秒啊，一秒钟啊，弹得快，我想可以弹五次，那就是一千六百兆。 啊，一秒钟，一千六百兆个生命。哪个生命是自己？没有啊，这才是真正明了了，听懂了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这句话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啊，真听懂。 真听懂了，真放下了，真放下了就随缘了。普贤菩萨说的：“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”你会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。啊，为什么？知道真相，真相不可得。 啊，根本就没有一个德，没有德哪来的实？啊，得失没有了，你才真正得到自在。有得有失，你怎么可能自在？啊，凡夫吃亏就吃了这亏，认为有失有得。 不知道得失是假的啊，得失是个抽象概念。要发名门二十四个不相应，第一个就是得啊，没有事实抽象概念而已。